覺得係特別艱難嘅嘢。No sir， 全部都有努力 sir。海關亦都係致力發展智慧海關，積極用新嘅科技去對旅客同埋貨物提供清關嘅服務，以達到高效執法、面商利民嘅目標。我喺呢度勉勵我哋嘅結業學員，作為紀律部隊嘅一員，能夠喺自己嘅崗位上面堅守法治，秉持廉潔，以不偏不倚嘅公正態度執行職務。竭盡所能服務市民。